哎，上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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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过完年哦，上班很没劲儿啊。对啊，又是一年了，真是无聊。对啊，放那么多天假不想来上班了。哎呀，这样啦，不然你先讲个笑话好不好？哦，又要讲笑话。哎呀，你最近跟那个过完年跟太太有没有什么感情比较好啊？有啊。啊，你说前几天过年的时候，老婆就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她说：“你觉得我是不是仙女下凡尘啊？”后来我说：“对，你是仙女下凡尘，可是头先着地。”